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. Big Bang 基地很可能梭罗回归的消息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。 6月22号，基地在IG现实动态上传了戴着耳机，很像是在录音室创作的照片，而上面标注着 AM4:33 on air，还有唱歌的动图，所以就有很多粉丝们认为这一定是在透露个人专辑。如果真的是基地个人专辑的话，这是 继2017年6月彭俊勇专辑之后，时隔5年的solo专辑。 拜托赶紧出歌吧！YG 有很多回归延迟的组合，到底什么时候都会回归呢？应该是 Winner Blackpink Treasure 之后吧。像这样透露明星的话，应该就是制作快要结束了。跟以往个人专辑的时候比较的话，大概会在2个月之内回归的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Kim Jong-un不否认Yoon-eun绯闻的理由。在22号播放的一个综艺节目，主持人们在开场白的时候，崇文你先开口说了：“我当年是因为你而看了 X-Man，一直希望你能跟Yoon-eun在一起。”接着Kim Suk-hee道：“不久前自己与棒球选手的恋爱、结婚、传闻等事件后，问了 Kim Jong-un：‘你跟Yoon-eun的婚礼是定在什么时候？’”Kim Jong-un 开玩笑的回答：“我们从10年前开始就被定下了。”这个时候，坐在一旁的敏元武对 Kim Jong-un 说：“我有个疑问，为什么每次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哥你都不会说？” 不是呢？Kim Jong-un 回答：“我有绯闻发生的话，都不会去做什么反应。如果继续说下去，故事就会变得更大。当绯闻反复被提到的话，总有一天会消失的。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结婚的话，就结束了。但是 Kim Jong-un 跟Yoon-eun都还没有结婚呢。就是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还不结婚，闷死了，很像那个吧，就是不想多添油加醋，免得绯闻一直持续下去。说实话 ，Yoon-eun 跟 Kim Jong-un 都没有从本人嘴里先提到这些，都是周围的人在利用这个话题。我看现在他们两个人也是半放弃状态在接受了，我觉得以后在综艺。 应该要尽量不利用他俩的话题。最近看到朴俊勇、许熙元后，自己个人希望Kim Jong-un跟Yoon-eun也能有这样的结局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最强九千万名女爱豆们的友情照。6月22号，姚家爱的Mini在IG公开的一张照片，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。在公开的照片中能看到 Twice 七号Mina、 Blackpink Lisa、 姚家爱的 Mini 四位9000年生女爱豆们的友情照。第一次知道四个人关系这么好，请经常上传照片吧。哇，感觉有点神奇，也很棒。希望这友情能长久下去。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同时发表的三首歌曲 Chalipus Jungle Left and Right Nayeon Pop Aespa Life Too Short <音>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